she's a pro. That's right, I'm a pro. So take it to the house. You, Omar and Adrian S.发表不算，再来一下，漂亮，漂亮，再来两个，五花，六花，六花是擦边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如何把左右控制好。画一根竖线，然后对着竖线打，看我们的弹道整体是偏左还是偏右，然后看清楚问题以后，我们再进行前后手的调整。晚上直播间我们具体共同探讨，共同进步，双击加关注，谢谢。前方这个气球啊，太热了，试一下，双击666，啊，无价，没毛病啊，老铁们，太热了啊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啊。